大家好，我们这次要介绍的鸟类是夜莺，那就让我们开始来介绍吧。夜莺的嘴巴是软的，而且眼睛很大，是雄无差别。它飞行时看起来很像猛禽。夜莺这种鸟类非常特殊，它会直接产卵在沙地、湿地、河床或者是顶楼等地方。有杂物的地方较容易吸引母夜莺来产卵。这只是夜莺雏鸟的照片。夜莺灰褐色的羽衣让它们可以完美的融入河床或者是顶楼的环境之中。夜莺的主食有螳螂、蟋蟀、飞蛾等大型昆虫。夜莺一天要吃下它体重一半的食物。夜莺求偶时的叫声可高达97分贝。台中市政府一年平均可接获100多件关于夜莺扰人的陈情案，尤其是3到4月的繁殖季。夜莺的粪便非常特殊，它是一颗一颗的，跟其他鸟类不同。而且它的粪便还是美容圣品，日本的艺妓常常把它抹在脸上。谢谢大家的聆听。